9月3日下午，韩国人气男星 Rain 亮相上海，为曼秀雷敦男士护肤品品牌站台助阵，吸引了大批粉丝到场支持。 Rain 在现场也特别用了中文表达了自己的感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坐下来前面。而且今天我想你们了。该广告是 Rain 自退伍复出后的首个拍摄作品，对此 Rain 也是感慨多多，而现场他也谈起了他的护肤心得。他可能不是做自己或者在做另外的一些的保养或者是一些东西，像对他来说呢，做基础的化妆品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呢他也是使用曼秀雷敦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去保湿，去做基础的护理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也是他的秘诀。被问及复出后的工作会比较倾向于影视还是音乐板块，Rain 表示暂时没有特别的规划，同时他也透露目前自己正在洽谈一些在中国拍戏的合作。首先呢没有一个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这个工作计划，但是不管是专辑还是作品，也会尽快给大家带来他的一个好的面貌，再加上在中国的活动的内容呢，现在他自己有一些跟导演的一些合作在商谈中，所以呢希望有通过好的作品在中国和中国的粉丝们见面。乐视娱乐上海报。